一只非常会讲话的猫，喵！你要说什么？不是刚刚给你吃过罐头吗？啊？也有饲料啊，啊，有罐头，也有饲料，你是还要怎样呢？呀，这样还不行呢、哦？嗯，你想要怎样？你说。啊？那你想要吃什么嘛？啊？没有了，么？是甜豆嘞？好嘞，怎么的嘞？你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打动我是吗？啊？怎么办？有那么可怜吗？啊？没有。不给你吃。你已经吃太多了，俺不愿意啊！啊？怎么的嘞？莫去嘞？怎么办？好了，你沉默嘞？怎样？去睡觉，好吧？去睡觉，好吗？怎样？嗯？